拥有一双85公分长腿的日本辣模蔡蔡旭，凭着无敌长腿迅速窜红。尤其是他老爱抬高腿玩自拍，就连写真集也大胆用屁股蛋对着镜头晒长腿，还摆出人肉拱桥的高难度姿势，吸引一大票网友狂喊超正的。原本是模特出身的他，转往戏剧圈发展之后，片约不断。除了在日剧《时尚恶魔》中有不错的表现，近日更宣布加入《Doctor X3》当中客串。他穿上迷你裙饰演名模，和女主角米仓凉子飙戏。不过日前蔡蔡旭上节目时，因为笑起来脸上凹凸不平，再度掀起整形的传言。其实蔡蔡旭自出道以来就一直被说有整形，就连他学生时代的毕业照，还有高中为杂志拍摄写真的照片也陆续被起底。原本眼皮超单的他，进化成深邃的双眼皮，简直判若两人。 YES 娱乐新闻中心台北报道。